好的，那么再次跟现场的朋友们问声好。那么可能你们看到这个照片呢，海报跟我的脸有一点不像，对不对？因为这几个月呢，有一点稍微发福了。但是呢，相信大家在这个面子书宣传这个海报，对于这个活动是感觉非常兴奋，也非常期待的。那么这个环节呢，我们会从这个正式董事长董事们的这个环节开始做这个访问。所以呢，首先我们要邀请第一位的就是 Annie Liu， 我们掌声给 Annie，Diamond Director of Interway。好的 ，Annie 你好。那今天呢，在活动现场算是这一次蛮大型的一个晚宴嘛，对不对？那么对于今天晚上的这个心情，你感觉是如何？今天的心情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兴奋，而且有点紧张。为什么会紧张？拿奖项的关系吗？不是，是非常兴奋的紧张，非常兴奋的紧张。那最重点是呢，我们想要了解一下，当初你是怎么样会加入玉威？是一个怎么样的机缘巧合才让你认识到 Interway？ 哇，这个故事要讲得很长了，我们大概跟大家先讲一下。因为就是我为什么会进入Interway，因为他这个理念打动了我，当时五大其实的这个理念很符合我个人这个理念，是就是健康、仁爱、希望跟自由传承，是没错。那当时候接洽你的人是谁呢？还是你是从别的管道知得这个 Interway？ 接洽我的人是我的先生。你的先生他今天有在现场吗？还没到吧？还没到。 OK 好，没到，不过没有关系，他应该是在看着 live 了。 OK， 那时候他就是先接触的，然后之后才到你嘛。对哦，所以人家待会儿呢，他还是会一起来到现场来欢庆这个盛会嘛，对不对？那你自己本身呢，最喜爱的这个 Interway 产品，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特定特别喜欢的商品？特别喜欢啊，我很多我都很喜欢的。还是你觉得每个都特别的好，所以呢都很喜欢？都很喜欢，但是呢，它肯定有一个尖刀产品，就是我们的英加果油。是英加果油，它的功效是不可或失的。OK， 那当然呢，同时间除了这个商品之外，你平时后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你是多数会依据他的这个身体情况呢，还是你个人使用的这个心得来跟大家做推荐呢？我自然就是自己使用过后，然后觉得非常好，那么就一定要把这个好的产品传达给身边的人。然后把这个爱传下去，继续的传承下去嘛，对不对？那我们要跟在镜头前面的朋友们啊，荧幕前面的朋友们做一个呼吁，如果他们没有来的话呢，那你想要对他们说些什么吗？错过了怎么办？错过了就不会再回头，所以我就讲，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把握当下。当下，如果今天晚上没有办法看到或者参与这个盛会的话呢，我们就明年再见了，好不好？是的。OK， 好，那我再次谢谢 Annie， 谢谢你。好，我们下次再见哦。好的，拜拜，谢谢。好的。好，那同时间呢，我们现场朋友们要注意了啊，我们这个 Interway 的面子书专页其实是有在 Facebook Live 的，如果你朋友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你想要转发这个讯息让他知道的话呢，可以赶紧按这个 Share Button 啊，分享给他们知道。那么紧接着呢，要邀请出来的是另一位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个正式董事，我们就欢迎 Fion Yu 来到台上来，我们有请。好的 ，Fion， 今天呢也是盛装打扮，那么要跟镜头朋友们说声 hello 哦。Hello， 大家好。好，那么今天呢，在活动现场今天晚上呢，甚至看到有非常多朋友来参与嘛。那你自己本身坚持这个事业大概是多久的时间了？我是2017年加入的，一直到现在，对对，就已经上到 Diamond 了。哈，没有，运气不重要，努力才重要、努力才重要。有什么有特别的这个 advice 给现在正在努力当中的朋友，来迈向 Diamond 的这个阶级？都是坚持加油。好，我们一起吃好油，一起吃好油，一起加油，就可以上到 Diamond 的阶级了。你要相信啊，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你目前在分享这个事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感动的事件，或者特别难以忘记的事件在分享当中？有啊，就是看到病患者是癌症哦，病患哦，你本身接触的吗？对对，因为我们是在 Facebook 做这个用微商的方式，所以呢，我们接触很多都是在
微商这样子的回问问题。是，所以呢，很多建设是由我自己亲手做的，但是我看到的感动是癌症恢复了健康，所以我很开心啊。我们的油真的可以有这个力量，所以还不认识的朋友们，你们要尽快来关注玉微油了。那通过这个玉微油呢，也帮助到一些可能身体有生病的朋友，甚至像你说癌症的朋友，也是有非常快的这个复原。所以呢，尤其是这个硬加果油啊，它是完全没有这个防腐剂的， 对不对、嗯？所以呢，对身体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的。好，那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你的这个访问，非常感恩，谢谢 Beyond。所以呢，刚刚看到的是两位 Diamond 阶级的这个董事，他们不只是人特别的好 ，OK， 一起分享这个事业之外呢，其实像看看他们的装扮哈，也是非常的时尚，非常懂生活的这个女人。好，那紧接着我们要邀请出来的是 Emerald Director 翡翠董事，那么欢迎我们 Honey Q， 欢迎。也是非常时尚的一位，我们刚刚看到的呢都是三位，我算是非常成功的女强人。那你觉得男士以外，女士在从事 Intraway 这个事业的时候，你其实有什么 advice 可以给他们？哦，我觉得女生更要爱自己，爱自己，真的是，因为我来到雨薇哈是我的第二春，第二春，对了，因为以前我不是这个样子的 ，OK， 绝对不是这个样，因为我以前是很胖的。78kg， 然后一直到现在状态这么好，是，就是自己本身都有在使用这个硬加果油嘛，对不对？那甚至是呢，女性朋友很多时候可能讲说，哎，我们吃很多别的 supplement， 但是如果真正进入了这个家庭的话，单单使用这个硬加果油也可以有很好的效果吗？当然啦，因为这个油是我们的这个超级食品啊，它不是保健品。是每一个人大大小小都要，都需要，包括家里宠物都需要哦。家里的宠物都需要，啊、所以宠、啊、如果宠物有吃了这个硬加果油，其实我们从它的外观可以看到有什么效果。它们的毛发会很漂亮，特别的漂亮，而且还不会有心脏病哦。狗也有心脏病哦，又有血管阻塞哦。还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啊、但其实人身上会发生的事情，其实有时候自己心爱的宠物也会，所以刚刚像你说的很好，就是从爱自己开始，然后甚至是把这个事业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甚至像刚刚说连这种癌症的 case 都是可以去解决的。 OK， 好，那么今天晚上的这个期待，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要对老板们说，还是说其他没有办法来的朋友们说？我说以为哈，他不是唯一，但是他绝对是独一无二，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谢谢，好，可以，谢谢你，谢谢你，谢谢 Mahoney 啊、哦，有人朋友送花了，谢谢你。好，当然呢，从爱自己开始，再继续把这个事业分享给更多人哦。相信呢，这个是很多自己亲自使用过的朋友 ，OK， 知道了它的效果，来通过分享故事呢，让更多人知道，绝对是更好的。好，紧接着呢，我们要邀请的是另外一位翡翠董事，我们要欢迎 Trying On， 欢迎欢迎，哎，我们来了一位帅哥了，哈哈，来。Mr. Chua， OK， Mr. Chua， 你好。你好，你好。你的状态很好哦，我可以敢问一下，你目前的年龄大概是40多岁吗？我76岁。76岁，真的？目前今天自己一个人来吗？还是跟家里的这个亲戚朋友都有来？啊，跟一般团队来。一般团队，团队在哪里？他们有在这边吗？在旁边哦、oh. ，Hello，OK，、okay, 非常非常棒。你自己本身是怎么样会接触到 Intraway 的？因为我认识以为的主席 Mr. Melvin。OK， 那当时他你是他的好朋友。当时接洽的时候是什么一个情况？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他是主动跟你讲，哎，你尝试一下这个产品还是怎么样？他说他现在做这个大健康硬加果油啊。对人的健康治疗很好，非常的好、非常好。它主要的一些功效，你觉得在你身上使用了之后特别有效用的是怎么样？我吃了喝以为的硬加果油喝了半年，你的机器半年你的五脏六腑会跟你的脑浆你自己会怎样，他会告诉你是很好，
它是就是它吃下去的功效的之后，它到底是怎么样个效果，你身体的状态是否有变得更好，这些都是自己可以马上知道的，是不是？啊，是，喝下去精神好，精神好，人的状态也好，身边朋友看到你也特别的开心了，对不对？OK， 好的，那么我们在这边有什么要跟一些现在可能是珠宝董事，或者是一些正要迈向翡翠董事的朋友，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劝告可以给他们的吗？ OK， 我们的以为是一流的，有一流的好公司，一流的好产品，好公司好产品，好产品又有仁爱的精神文化，那甚至是呢，通过这样子一个文化，刚我们说呢，仁爱，还有一个是自由，还有一个是传承，还有最重要还有一流的收入，还有这个收入也特别的好。OK， 所以呢，有一个好的公司、好的产品、好的平台，甚至是公司可以给到这么棒的这个收入，那这是更加值得让大家来一起传承这个事业的原因了哈，是不是？啊、OK， 好的，最后感恩啊，一位的董事全部啊。OK， 好，谢谢，哎，我们送上花束，谢谢 Mr. Chua， 谢谢。好的，那紧接着呢，要邀请出来的也是另外一位翡翠董事，但是呢，等一下在这个表扬大会哦，他应该会说很多话，因为他是其中一位这个分享嘉宾，但现在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是依然的邀请他出来，我们欢迎林佩佩来到台上来，我们欢迎。啊，你好，你好，又来一位美女了哈！来，我们跟镜头打一下招呼。你那边都是你的朋友吗？啊，对，我的团队都是你的团队。OK， 那本身自己在什么时候加入呢？也是在2017年吗？对，2017年。那机缘巧合是姐妹跟你讲，哎，我有个好消息跟你说，还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不是，我自己本身的鼻子敏感问题，我才认识这个油的。当时候的这个状况是如何？你自己鼻子敏感，是不是影响到可能睡眠呐、还是怎么样？啊，对。我的就是每天晚上睡觉是鼻塞，不能睡觉了。然后 PT 一直流，医生是没有办法医疗的。已经有尝试过找很多医生，也吃过很多药了吧？对，很吃过很多产品了。那大致上之前的状况那么严重，那你自己本身使用这个印加果油吗？嗯，对。大概多长的一个时间就见效了？一个星期。那时候改善的状况是怎么样？跟大家形容一下。我的 PT 就不再流，然后晚上也不鼻塞了。通常是你那时候的状况是鼻涕是一整天都会在，对，水一直流的鼻涕。不懂的人以为你都是在感冒啊，是不是？因为我之前一直拿伤风药原来吃的。OK， 可是都没有好转。对，没有好转，反正做伤风来医咯。哦，反正就是使用了这个印加果油鼻涕就好了。那你自己身边朋友呢，本身有使用的一些其他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有他们的小孩子很容易生病啊，小朋友抵抗力不好，对，发烧，时常发烧，治疗他们有改善。那平时候如果小朋友发烧或者是大朋友发烧，我们也定期的使用这个印加果油是可以提升的免疫力的， 对不对？对。那甚至是呢，除了这个提高免疫力以外，你自己本身喜欢的一些其他商品包括什么呢？我喜欢那个喜乐宝还有印加干。大致上的那个功效大概是怎么样的？我们跟在线上有在看着直播的朋友分享，因为冻龄，冻龄，对，会越吃越年轻。女生们或者女人们，到了不管是几岁都好了，都是特别爱美的。尤其是呢，刚刚也有提到一位董事讲到啊，我们要会爱自己，所以呢，使用这个银翘味的商品，除了可以保健，可以让自己免疫力更好之外，最重要的是冻龄，所以赶快呼吁镜头的姐妹们一起来加入玉维吧！快加入玉维，会让你越来越年轻。好的，谢谢你，谢谢你林，谢谢你。好的，这个是女生们都特别想要的东西啊！到底效果是不是怎么样？你们看看啊、自己刚刚那些几位的这个我们的董事，女性朋友董事都是特别漂亮、特别有自信，而且呢状态也是特别好的。
好，紧接着我们邀请下一位，也是相当漂亮的这位同事，我们欢迎 Livia 来到台上来，我们有请有请，掌声有请。好，第一 Livia。 哎，大家好。好 ，Livia。Livia 哈，来自槟城。Benin 今天才飞下来吗？啊，是的。当时候遇到玉威的这个情况大概是怎么样？是有在Benin有一些大会吗？还是一些介绍会才会了解到玉威？玉威呢，其实我一直想要找一个很好的油，因为我本身做美容嘛，所以我就期待可以让我找个一个很好的油来代替我的按摩油，然后脸部按摩啊，我做经络。那么我觉得这个油呢，如果来帮我们的客人做治疗是非常棒。所以玉威的印加果油不只是说可以食用，然而呢在外面的这个外皮肤层的外敷也是没有问题的。对的。所以当初后在调用使用这个玉威印加果油，你自己个人觉得特别好的效果是什么？在帮你的顾客啊，或者是你自己在使用的时候。以为印加果油非常棒，就是因为以前我是用橄榄油来帮我的客人做那个按摩，就是经络排毒那些嘛。结果我接触了以为的油了之后用了产品，真实它会按摩了之后，它提升我们的皮肤，皮肤会越来越亮，还有就是我们的细纹会慢慢减少，慢慢的减少。而且最重点是可能有一些美容院，可能你们说跟别人接触拿了那个产品，可能也不晓得它里面说成分有多好，自己也不太晓得，但是在使用的这个印昌威的印加果油，反而是你们自己本身有帮顾客按摩，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你有使用，通过这个自己的个人经历你去分享，那个效果会是更好的，对不对？对的，对的。那你对今天晚上的这个表扬大会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吗？或者是你想要呼吁可能你的团队朋友们加油啊之类的？是啊，因为我很巧合的就把这个以为的产品因为它太吸引我了，它的那个特点，而且它有里面有维他命 E， 就是每个对我们的女生啊皮肤爱美的人非常适合，所以我很爱这个产品。所以我就是尽量分享给我身边的人，帮到很多人健康。而且我相信你，这个、是我的理念。是，而且我相信你身边的朋友都觉得特别有说服力，看看你皮肤也特别特别的好。OK， 好，再次谢谢你们，谢谢。好，感恩感恩。好，刚刚那几位的这个董事们都是特别特别好，他们那不只是说公司的产品好，甚至是他们在做这个分享事业的时候心态也是特别特别的棒。好的，那紧接着呢我们要邀请的，来我来看一下我们紧接着要邀请的这一位，这位应该是男士哈，等一下待会儿呢也是会担任这个今天晚上表扬大会的分享嘉宾，那我相信他也应该很会讲啦。 OK， 好，我们现在欢迎 Steve Young， 也是翡翠董事来到台上来，欢迎欢迎。又是另外一位男士，而且我发现呢做玉威不管是女士或者是男士皮肤都是特别的好的，那你自己本身的这个顾客群或者是你的伙伴大多数是男生还是女生？女性占了比较多。因为女生爱美的关系吗？对，女性比较爱美，而且比较喜欢讲话，爱分享。爱分享，这是最重点的特点。那你自己本身为什么会坚持到现在呢？这个事业你自己应该也会很喜欢讲话吧？还是你因为这个产品是特别的好，所以你再继续坚持这个事业？对，其实这个事业就是因为我本身的经历，就是因为这个平台翻转我的人生。所以之前的有一些身体上的问题吗？还是你对于人生的目标啊在遇到了玉威了之后才彻底的反转？第一个是从身体上就是说我本身吃了印加果油过后，在第五天就开始有反应。第五天像是怎么样的反应？就会开始这里整个酸痛。 OK， 整个痛下来，然后这个肩膀就僵硬。如果是不晓得的朋友可能会一开始会很紧张吧？对，一般人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会害怕是产品出问题了。但其实真正是为什么呢会有这个反应？其实这个是好转反应，就好像中医的理念，当你里面有阻塞的时候，你吃的时候它会有酸痛，但是你
持续刺了过后，他这个一痛了过后酸痛就没有了，所以我在有这样反应过后，就持续在刺了两天过后就完全好了，就是中医的这个理念。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可以帮到我，因为我本身没有病痛的人都可以帮到，我觉得应该可以帮到更多有病痛的人。所以过程当中我分享就看到我自己本身的经济收入也改变了。经济收入大概可以透露一下，目前的收入大概是介于多少？在这个 level maximum 去到，可以讲是我们传统行业的好几倍了啊。对，传统的好几倍。因为我本身是做批发浓缩饮料的，批发去超市跟这个一些商店、咖啡店。对， 对， 对，是。那甚至是现在已经是全权在这个事业里面嘛，行了吗？对，是。OK， 所以呢，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是这个雨薇它的产品，大家在自己使用了之后，你自己亲身的体验跟经历是最真实的，所以在跟朋友分享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你的状态，那是最好不过的，对不对？对。所以待会儿呢，你还要上台做这个分享嘉宾，你有什么特别的感想或者特别兴奋的点吗？我觉得雨薇这个平台它是越来越进步了，就是说它已经扩展到另一个版图了，所以我们的公司高层真的是非常的用心，而且我看到这个场面啊，真的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而且公司接下来会有更多爆炸性的资讯会给我们，所以我相信跟着雨薇一起成长的顾客或者是经营者将接下来将会有不一样的人生，甚至是更好的收获。对，是的。好，我们再次谢谢 Steve， 谢谢你的分享。好，那也希望等一下待会儿的这个上台分享一切顺利。好，谢谢你。好，谢谢 Steve。好的，所以刚刚呢，这个 Diamond Director 跟 Emerald Director 通通都已经上来做分享了。那甚至是刚刚有提及的，有好几位本身呢，待会儿在这个盛典上也会上到舞台上跟大家做分享。那紧接着呢，我们邀请的是刚刚上位到这个红宝石的董事们，我们要欢迎的是 Yellow 有在现场吗？好，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哈。好，我们先要在进行这个红宝石董事之前，还有多一位好重要、好重要的人，也一样非常的貌美如花。我们要欢迎啊，这个 Mosca Chua 来到台上先来啊，不可或缺的啊，甚至是呢，为今晚上盛装打扮啊，粉丝也特别的多，跟大家打一下招呼。哎。一位的家人，大家晚上好。晚上好。那基本上呢，莫斯卡，你自己本身现在已经使用了多久这个印加果油？我因为这个脚不好，之前的状况，对对对，就是因为脚不好，人走路辛苦，人最辛苦的时候是从楼梯是用屁股走下来的，那么就碰到这个我的贵人，刚才的那个摩哈尼 Q， 是，他就介绍我这个产品，那么吃了几个月以后，再加上我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因为吃了这个产品改变了，所以我就从事这个行业。当时脚的状况是肌肉还是骨骼？跟吗？你膝盖、嗯、对，膝盖，当时候膝盖算是骨骼的状况不太好，那个肿到不能够走路。哦，那你自己本身的朋友有在现场是那个案例特别好来做分享的有吗？是在要是因为年龄的关系，是随着年龄的关系，我今年是不小，这么多人里面，我觉得我最年长。我觉得你刚刚看到你的状况是很开心，还可以蹦蹦跳跳的状况。因为在以为改变我整个人生啊、因为这个平台可以让你这边我讲喊一方声啊，他给我的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生。在我碰到以为之前，生活不是很如意。但是碰到一位以后，我觉得这个是老天爷给我的一个礼物。那么在一位呢，我们跟着公司的脚步，跟着公司的理念，我们有很好的平台，很好的产品，很好的领导人，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公司的整个趋势就是跟着潮流走，以健康为大主题，以后都是健康的这个事业。连我们用 Super Food， 就是
完全的天然的产品，天然的，让每个人改善，改善你的健康的同时，得到你的财富，得到你的身心灵的自由，得到你所有你想要的，你在英超耶。简单上来说是一石很多鸟，而且不管在什么年龄阶段都好，健康是最重要的。健康在这里，你找到健康是用非常非常经济的那个状况，有很多人只是懂得看医生，是，但是今天的这个社会不需要看医生，你来银叉位就可以了。在银叉位你可以找到你的健康，只是用很简单，那么因为进门的门槛很低，所以每一个人都很适合，而且是从自己开始使用起就可以好好体验。我们从开始的2000个会员，今天有80000个会员，那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是因为公司的整个平台产品特别的棒，产品会说话，那个是肯定的。现在差不多产品都已经达到我们所要的，你的身体所需要的它都可以给你，是没错。而且呢，单单几样商品哦，从这个健康上来讲都是特别明显，可以看到效果。 它让你年轻的同时，让你的健康，你的细胞年轻，细胞年轻就是你越来就越有活力的阶段。还有最重要的，这个公司可以给你，当你在这里开一个户口，让你在享有产品，就是吃产品吃到成为一个免费的一个消费者。还有最重要的是，你有一个户口，让你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这个是我们要的。还有公司的五大的那个基石，用仁爱的心，这是公司传下来。你用仁爱，你先利人，先后利己，你帮别人，你就会成功了。这公司文化也特别的重要，超容易，只要你信念，我爱心就可以了，在这里。好 okay, 谢谢你 Monica， 谢谢你的分享。OK， 刚刚提及不只是健康，甚至是事业，还可以达到传承给后代子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棒的这个品牌。好，紧接着我们要继续的呢，是邀请 Ruby Director， 最近才开始上来的哈 ，Ruby Director 来到台上。我们首先要邀请的是 Yellow， 来 Yellow， 欢迎你，还有 Michaelina Wong。以及 Jackson Saul， 欢迎三位。好，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自己已经使用了这个英超位的商品多久，甚至是呢已经从事了这个事业多久。我一开始遇到余晖公司就是已经大概是一年多的时间。那自己本身在接洽的时候是因为朋友吗，还是因为家人？因为朋友介绍给我啊，因为当时我也是血压高，胆固醇高，所以就是这样试一下，结果就好了。对，就这么简单。那 Michaelina 呢？我也是使用了这个以为产品一年多了。当时候有遇到身体上的什么状况吗？有，那时候我尝试这个产品，因为我自己有便秘。便秘的问题啊，对，大概会是多严重的情况？大概是很严重，会出血的，还会到出血的状况。对。那在使用了之后，是这个肠道的状况改善了吗？还是怎么样？对，改善了。那现在都是属于排便正常了。对。最重点的是呢，有时候自己这个身体状况出现，不是找医生。长期吃药就可以解决的，而且我们说西药其实对身体也特别的不好，因为它是压制你身体上的这个病，但是不能根除。是的。好，来 Jackson 呢 ？Jackson 本身接触这个事业是多久的时间了？将近3年。3年？那当时接洽也是跟他们一样吗？是有身体的状况，还是机缘巧合？最重要呢，还是我观望了这间公司呢，是相当有它的潜能。OK， 当时候，因为我们的领导层呢，他物色的这个平台呢，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呢受一个所谓的教育，那么这个教育呢，就让我们呢每一个人呢种下一个最好的种子，然后接下来就让我们家家户户呢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健康，因为我们做这个事业呢是为了下一代，不是为了赚钱这么简单，好不好？当然。除了以外，我们公司所有的领导层呢都为我们物色的相当的好，就是说当然主要是要健康嘛，第二呢我们才有财富，那么第三才有自由，那么还有呢最重要的呢就是让我们呢的收入呢传承，因为每一个人在某一个行业里面呢陆陆续续很难去找到一个做永久的，因为
以为呢是要做100年的企业，所以我对这间公司呢是百分之百的信心。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说从事一些其他行业，你自己很厉害 ，OK， 你扩展那个事业非常的棒，到了巅峰。但是很多时候不一定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的子孙可以传承的事业，但是在宇威这边能够做得到，对不对？好，我们再次谢谢这三位嘉宾，谢谢你们。好的，那紧接着呢，要邀请的也是一样的哈，都是我们的红宝石董事。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名单，要邀请一次过三位朋友一起来到现场。好的，那么首先呢，要邀请的这位哈，他是异族同胞，但是我不晓得他会不会说中文，不会的话呢，我们就等一下用英文的这个问题来问他。We would like to welcome, all right, Gopal Krishna Naidu Analaki Varasamy, our Ruby Director of Incheway. And in the meantime, I would like to invite Diamond Wong, 欢迎。还有 Jenny Gan, 欢迎，都是我们的这个红宝石董事。Okay, you are the first one because, okay, you can hold this. Hello, would you like to introduce how you get to know this career? Kenapa tahu career ni? Dan sudah berapa lama anda join Incheway? Saya dah lebih kurang dalam 2 tahun. 2 tahun? Ya, 2 tahun. Masa tu ada problem ke tak kesihatannya? Okay. Kalau anda tanya macam mana saya masuk dalam bidang Incheway ini, semasa saya sakit lutut, ketara yang sakit tidak boleh kontrol, terlampau kuat sakit, saya masuk hospital, saya masuk universiti apa semua, tak boleh juga baik boleh. Last saya masuk ke universiti, Sunway Medical Center. Yeah. Dalam Sunway Medical Center buat treatment dalam sebulan, dalam satu hari saja dia sudah keluarkan bil sampai 1,800, okay? Satu hari saja. Okay. Lepas dan satu lagi masalah saya gunakan medical card saya tak approve untuk melanjutkan rawatan saya. Jadi saya terpaksa tidak lanjutkan saya punya treatment, saya nak keluar daripada hospital. Kawan karib saya, Mr. Kenny, one of our best leader in Incheway, kenalkan produk ini pada saya. Saya mula makan Incheway pada 5 hari bulan 2018. Sampai sekarang saya continue, saya makan produk ini. Dan saya puas hati dengan apa saya terima daripada syarikat Incheway. Dan saya juga banyak masalah kesihatan saya sudah baik boleh. Dan saya juga sudah banyak orang kenalkan produk ini. Dan kawan-kawan saya pun sentiasa gunakan produk ini. Dan saya sudah mula jana pendapatan yang lebih bagus. Okey, jadi sejak tahun lepas tu anda tak lagi masuk hospital. Tapi through Incheway punya produk, kesihatan anda sudah lebih bagus. Ya, yeah. Saya boleh beritahu ya. Daripada tahun 2018 sampai sekarang saya belum masuk hospital kerana sakit. Bukan masa saya hanya sakit letut, saya masa itu ada beberapa masalah kesihatan. Saya juga ada masalah mata saya kabur, saya juga ada masalah paru-paru senang kena serang, macam jangkitan air apa semua. Dan saya juga ada masalah kencing manis. Jadi sekarang saya rasa saya lebih aktif dan lebih tenaga untuk buat apa saja tugas. Dan saya juga tidak pakai lagi cermin mata. Ini semua selepas saya makan minyak saca encik, makanan yang sehat. Dan saya juga sudah berhenti makan ubat kencing manis. Saya ingat sudah 1 tahun lah saya sudah berhenti. 1 tahun? Ya, sekarang saya tak makan ubat kencing manis. Itu keputusan saya yang buat, bukan doktor yang buat. 这个案例啊，是可以分享给其他朋友的，因为它算是蛮严重。当时候是已经进了这个医院，而且呢，那时候医院说 claim 不到这个medical 的这个医药费哈。但是呢，千八令吉一天就要他1800了。那也好彩，还有遇到他的朋友推荐他这个宇威的产品，一直到现在，甚至他原本有的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也开始在减缓，他没有再吃这个糖尿病的药了哦。OK，Thank you so much， 林马卡谢狗宝 ，Thank you so much。OK， 什么什么 ？OK， 下一位呢，我们请这个 Diamond Wong 是吗 ？Diamond。好。
OK， 你本身自己是什么状况会接触到雨薇？我接触雨薇呢，首先我要感谢雨薇的代言人邓妙华。代言人？对的。什么机缘巧合？他保荐我进入银茶会。哦，当时候就是有这个机缘巧合，而且又是代言人。对。那时候他接洽你那个状况是怎么样的？其实呢，我在之前呢，我有接触了两次的英超越的印加果油，但是呢，当时我对它，没有什么信心。是。我没有想到，单单这个印加果油呢，它的效果这么好。但是因为呢，是一位歌星的关系，他找到我，然后我就去见他，然后他就很用心的跟我分享，英超越的这个产品。当时呢，我买这个产品呢，只是说。买给我的母亲吃。当时母亲的身体状况，母亲已经是88岁，然后就有三高的问题，尤其呢最严重的就是血糖的问题，最常见的一些老人病啊，血糖，而且是吃药吃到已经不能够控制，要注射胰岛素的。然后我就听邓妙华说这个英加果油呢对三高有帮助，所以呢我就买给我母亲吃。没有想到短短两个礼拜的时间，血糖11到16掉到5.5，11到16掉到5.5，那就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是、嗯、所以你从你母亲的身上就已经先看到了见证。对，而且也是非常机缘巧合接触的第二次才真正开始使用这个雨薇的。第三次才使用雨薇的产品啊。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我介绍了一位71岁也是歌星，也是个星啊，他叫做唐慧丽。然后他呢是因为这个骨质疏松症，然后他也动过手术，然后他来的时候呢是拿着拐杖来的，情况已经是很糟糕了，行动呢就比较不方便啊。那我就介绍他吃这个印加果油，短短两个星期的时间，他没有拿拐杖，可以直接行走得很顺利。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产品的关系，所以呢我就不断的在接触。最主要的一点呢，我在接触这个生意之前，然后我的一些上线啊，他们都很积极，尤其是刚才的那位有分享的莫斯卡大姐，然后在他的鼓励之下呢，我就进行了这个雨薇的这个事业。没有想到我原本没有心要发展的，但是呢通过雨薇的制度，第一个月的收入呢超过10000块。哇哦，那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心，鼓励跟信心。对的，然后我就那一个时候就开始呢，我就全力以赴在以为这个事业，然后我也带入我的家里的我女儿啦孩子啦，全部也一起在这个行业里面发展。他们今天有在现场啊？对的。哇，真的特别特别棒，因为你是，我觉得你是出自于孝心，你想要改善母亲的状况。对，然而也真真实实让你看到了这个见证，更有信心一些，真正投入第一个月就达到了这个月入过万了。对的。那之后更加全力以赴，不只是事业上可以走上轨道，然而可以帮助到更多身边的朋友，对不对？好，非常非常感谢你 Diamond， 谢谢你。那下一位我们请 Jenny 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个个人经历，一开始是怎么样接触到，那自己本身是否有身体上的问题，还是像 Diamond 一样是因为母亲的关系才会接触到？我是因为我的妹妹她本身吃素，她就在寻找这个印加果油已经很久了很久了。对，终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 Facebook 里面发现到她的朋友把印加果油以为的印加果油播上去 Facebook，所以就这样跟他的朋友得知了，买了一盒来吃。当时候你妹妹她是使用素食，但是她有跟自己说就是要使用这个印加果油。对，因为印加果油本身它是有 Omega 369，通常素食者他们不可以吃鱼油，因为鱼油里面有 EPA DHA， 所以吃素的人就吃不到。那我妹妹本身在寻找这个产品很久，终于给她找到了。也要多谢这个面子书创办人，大家非常棒，现在很多资源是通过网上可以寻得，而且也非常机缘巧合就在面子书找到这个契机。那妹妹有从事这个行业吗？还是主要让姐姐全力以赴？我妹妹把我带进来，她没有从事这个行业。哇哈，我就因为我看到这个印加果油真的很好很棒，所以我就把这个印加果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更多的朋友。我是在新加坡发展，
好的好的。那我、哦、然而你是这个新加坡首位红宝石的这个董事是不是？所以我们更加期待待会儿你会在台上分享更多的这个资讯，好吗？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以为的平台，我想我是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巅峰，也非常机缘巧合，对不对？好，我们再次谢谢三位红宝董事 ，Thank you so much to three Ruby Director, Thank you so much。好的，紧接着呢，要再来邀请的哈，也是另外三位的这个红宝石董事，我们要欢迎李小奥，有在现场吗？李小奥，李小奥在里面了吗？哦，这位这位，来欢迎 Miss Lee， 还有呢，要欢迎 ID Chung。欢迎欢迎欢迎两位，哎，现场的朋友没有一点掌声啊？好的，大家都看故事看得很尽兴。那么来 Miss Lee， 你本身接触是一个什么情况，什么机缘巧合才会认识到雨薇？其实我是透过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叫我喝另外一种油，有一间公司 Healthy Way 的H 品牌啊，别的公司，另外一间公司的那个一个油。然后同时间他跟我说还有一家公司很新的，他讲他不敢相信太新的公司 是。然后我这个人是不听人家说的，我就是要去尝试，没有，我上网去查，然后我就问朋友，然后我上网去查，然后我觉得我最后我发现我跟他说我不要喝那一家的油，虽然是很久了，我喜欢这一家的。所以你自己本身是一位很谨慎的人，然后你会上网搜索足够的资料，对，那之后让你决定开始使用的原因是什么？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我其实也是只是买，我本来都很喜欢油的，我之前还没喝英加果油的时候，我喝橄榄油椰油，我很喜欢油的，我每天都有喝油的。然后有人跟我讲英加果油，他讲因为对皮肤很好，其实我是想买给我的妹妹，我妹妹有皮肤病，然后我就买了时候，纯粹是给我妹妹。怎么知道我自己喝的时候哦，今天喝一包，明天再喝一包，我的身体就发现好了。好的时候我就想，哇，这特别有效，跟之前喝别的油效果差很远。对，两天罢了，我已经感受它的好。然后我就上网，然后我就，其实我本来想讲啊，不要买直销的，很贵啊。是。或者是我去上网再看过。然后就要谢谢那个那时候当时 Kenny 老师来跟我们讲解，然后他在讲解的时候是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讲这个油是双面刃，这个油能够补脑，可是它能够救你也能够害你。如果你是买到有农药的或者是有pesticide herbicide 的啊，喝了这个油它是去我们的脑的嘛，这样如果是它有不好的成分，然后就会去到脑。然后我就想讲啊啦，不要这么想嘛，反正喝了这么好了哈，不要再去计较了。然后就他教我们很多东西 ，Kenny 老师教我们很多东西。然后当时我也是半信半疑的，觉得不是有没有骗我的。然后他讲的东西我就记进脑子了，他讲什么18碳、22碳、20碳什么 DHA、EPA， 然后我就不是很相信他了哈，不是讲不相信了，我要去确认，还要自己确认，我要去确认的时候，我上网 check 了两天。一天到早上6点到7点，然后没有骗人的，然后我就越来越相信了。甚至是最重要的，你自己在亲自使用过，你看到的效果是最真实的。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哈，我特别喜欢雨薇公司，是因为公司的老板都们很好，然后他们的思想很好，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有福报的事业。我起初不是为了事业进来的，我不知道，我没有把它当作是事业。可是我进来的时候才发现到这个油你会被人家追的，当你介绍给人家，然后很多人会跟你讲谢谢，然后讲自己又可以吃免费，再勤劳一点又可以当事业，然后我觉得公司的制度真的是很好，很人性化啊，公司的老板们都很好，他们的思想都很好的，就是讲要把好的东西传出去给人。是，很多时候在接触任何的产品，最主要我们看到功效，但是呢转来看事业这一块，领导的风范跟领导的公司文化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现在呢真正在发展的事业，在短期有没有给自己设下任何的目标，还是做好现在继续的分享就好？对，我不给我自己压力的，做多少就多少，
不要给压力的。最重要的是继续用心的去分享。好，谢谢你 Miss Lee。来，我们连到这个 Miss ID Chong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Miss ID， 你是怎么样接洽到这个事业？一开始也是纯粹很喜欢喝油吗？还是因为有朋友的接洽？啊 ，OK， 好，首先哈，我是怎样接触油哈？其实我是感恩我的上线哈，施小姐啊，她就在那边，在那边，嗯，她是从 KL 哈打一通电话给我的，我那时候我是在沙巴，然后打一通电话跟我说油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心想，你叫我喝油，然后我是对油是很抗拒的，没有那种习惯，我是完全是不喝油、不吃油的，稍微肥腻一点东西我是不吃的。肉类也一样，肉类还可以的， okay， 只要有稍微有肥的哈，我就把它切掉的。所以我是不喝油的。跟我说油的时候，我就那时候我在心想，叫我喝油，结果我就不管他，然后他就发了很多资料给我，啊，我也不理他，我也不去看。然后过了一个星期多，差不多接近两个星期的时候，他又在打给我。他打给我的时候呢，他就很快跟我说：“新欢，我们要过去沙巴找你。”我就吓了一跳。他说你要买飞机票来找我？对，哇！我说哎，要不要这样快？我这还没有决定我要不要。而且你也没有去看。对，那个时候是7月30号，我很记得7月30号他们过来，然后他就带着就是施小姐跟郭老师、郭美萍老师，然后我都是叫他考福的哈。然后是他们两个呢就带了 Kenny 老师过来，然后我心想，有好大阵仗啊！真的是，我还没有心理准备，我要不要就花了机票钱过来见我？如果你要拒绝他，又好像不对，一大班人来找你了，对不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那个时候我也是其实那个时候我经济上是蛮辛苦的，然后呢，我就说啊，没关系啦，我就试一试啦，我就试一盒就好了。我跟他说，你跟我试一盒。是。结果呢，我没有想到哈，施小姐跟郭老师哈，他们为了帮我，就给我进这个大配套，然后我跟他们说我没有钱还你，是我直接跟他说我没有钱还你，然后呢他就说没关系，你赚到钱啊。结果呢很快哈，我没有想到，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我7月加入哈，我8月份然后我就介绍给这个秀儿姐，然后呢就介绍给他，就8月就开始这个事业哈，就分享，只是分享而已，我没有想到这个事业一分享出去哈，收不回了。就大家用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而且自己亲自的经历是怎么样？对对对。然后我们分享出去的时候，很奇怪的哈，我以前做很多的直销，我都做过，没有试过一间公司是给人追的，人家还要忙着问你，哎，有没有时间，可不可以跟你约一下，有没有油啊，还是什么？有没有油？以前是都是我们在去追人去找人的，可是这个事业真的很奇妙哈，是人家不停的追我啊，然后要油啊，要了解事业啊，这样子，所以在短短的一年里面哈，不到一年，短短的在几个月里面哈，我的收入是可以说是五位数，而且甚至达到这个红宝石的董事阶级。对，我也没有想到，就是一直在协助这个就像刚才秀儿姐讲的这样，这个公司的制度非常好，它的 marketing plan 真的是非常棒，也是特别好，真的是特别好。然后我们一直在协助下线哈，协助我们的组织，让他们成长，然后也很感恩我们的 Kenny 老师。Kenny 老师哈，真的是每一个月都飞到沙巴去。花机票钱飞到沙巴去都带领我们，是没错。很多时候呢，在一些其他的公司，大家都会用嘴巴跟人说到底产品有多好，但是呢，真正一些好的公司跟好的产品，只要你自己亲自试了，或者你身边最爱的那个亲人尝试了之后，你看到那个效果，那是最真实的。对对，然后我的下线里面哈，真的是因为这个事业哈，改变了他们的健康以及他们的生活。甚至是他们的收入也特别好。嗯，好，再次谢谢 Miss Lee 还有 ID， 谢谢你们。好，我们要请出最后的第二组朋友，一样的是这个红宝石董事。那他们的故事到底又是如何的呢？我们来先欢迎这个 Andy Rattan， 来欢迎欢迎。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手拍的这个电话也不要紧哦，可以拍拍大腿。好，来也邀请 Ken Cao 还有 Evangelina Cole， 欢迎欢迎。来，可以稍微拿出一下麦克风。好，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到底怎么样有这个机缘巧合认识到宇威？其实我是透过我的保健人 Mohani Q 所以认识宇威。
然后当时候你接触到这个产品的时候的概念跟想法是如何？是不太了解，因为是新公司，还是说这位朋友对你来说很重要，他跟你说了也相当的说服到你？以为公司是因为我们进去了，然后对于里面的人事物还有它的油真的是很好，而我是其中一个受惠者之一。你之前有一些身体上的什么问题吗？是方便透露的？内分泌失调。当时候的状况会如何？我听说这个内分泌失调，可能脸上会长很多很多、爆很多的痘痘，然后情绪也会特别不好。那时候的状况就是这样啊。对。OK， 那你本身自己使用大概多久的时间过，你就发现哎，最近没有那么暴躁的，皮肤也开始好了。3年。三年就足足三年的时间，现在也是有继续在使用。对。甚至是我相信你身边朋友，如果之前看过你那个状况哈，他们是更加幸福了，对吧？然后看到你现状，也是幸福了。OK， 好的好的，那我们再请另外一位来做分享。Hello， 我叫 Ken。Ken。其实呢，我怎样会接触以为是透过朋友介绍我喝英加果油。那时候呢，我根本不了解这个是什么东西，什么是 Omega 3，什么是油。我就是喝啦喝啦，了喝了看到一点效果，我就介绍我的朋友，让他们试试看这个以为的油。有一天，我看到有一个糖尿病者坐在轮椅，他的脚都烂了。那时候我就想试试看嘛，叫他买来喝看。哪里知道过了3天，他真的跟我买，他买了一盒，大概他喝了一盒还没有完哦。他来咖啡店喝咖啡的时候啊，大家都惊讶哦，他可以站起来了哦。他能够站起来了。是啊，他已经坐轮椅1年多了。那时候我跟自己讲哦，哇，原来这个英加果油这么神奇。所以呢，我就决定，一直分享分享给每一个亲人，都知道这个英加果油有多么的好。其实以为呢是一个功德无量的生意来的，还有外面还有很多，如果还没有加入以为大家庭，不要考虑了。快快快快进来我们的大家庭，谢谢。谢谢 Ken， 谢谢你。很多在看这个直播的朋友，或者在现场的朋友，要赶紧分享这个直播，因为可能有一些人是这个机缘巧合没有到，他可能已经听过以为 OK， 或者身边朋友甚至是有一些健康上的问题找不到解决方案。那今天刚刚有分享过那么多的这个案例，我相信大家也可以尝试踏出第一步来尝试这个以为的这印加果油。再来呢，我们请下一位来给我们做分享。我是叫伊文觉林，我是通过我的家人介绍的。然后我自己呢本身也是有荷尔蒙失调的问题，然后我喝了这个油过后呢，我瘦了10公斤，然后也解决了我的健康的烦恼。然后在有一个情况下，就是偶遇的下，我介绍了一个癌症的病人，喝了油，然后他在过程里面，他在做化疗过程里面非常的顺利。然后那时候那个癌症的朋友已经是要进入化疗那个阶段了，他要进入化疗了的。然后在化疗里面，因为他的是骨癌，骨癌是最难治疗的，是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他非常顺利，然后而且他在过程里面没有讲说很难受啊，然后他的那个癌症指数也真的是完全降下来，然后到很健康的水平。所以这个油真的帮了很多人。这是你自己本身经历过的这个案例吗？而且呢女性朋友除了自己的皮肤上的问题之外，其实最怕就是一些女性的这种癌症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是自己朋友的身上。所以相信呢，看到自己朋友有一些改变或者是一些进步，是更加的欣慰的。 OK， 好，我们再次谢谢 Andira、 Ken 还有 Evangelina，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分享。好的，那我们很快很快就要开始今天晚上的这个盛事了。我们要邀请最后一组的红宝石董事都一起来台上来做分享。我们要欢迎 Estelle， 欢迎，还有 Dan C here， 欢迎，以及 Kobe Pan， 欢迎欢迎。你好你好。好的，所以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个事业的。好，我是 Esther 哦，我是通过我的这个大领导 Dato Sri Chua， 他把这个印加果油介绍给我。那时候自己主要是身边人有遇到什么身体上的状况吗？为什么会才会真正开始来食用，或者是呢有什么见证？这个印加果油呢，它的确帮了我身边很多的朋友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关节炎啊，还有很多。有没有遇过什么最严重的这个案例？最严重的通常都是那些关节炎的人啊，在我身边的人哈都有啦，那些三高啊等等，所以这个油真的是非常棒。所以其实身边到一定阶段年龄哦，会发现有很多身体上的问题，但是当然同时也要呼吁那些现在目前身体没有任何状况的朋友，也可以开始来使用这个印加果油。大概跟大家介绍，印加果油除了可以提高这个免疫力之外，其实还有什么功效？印加果油它是我们人体内的必需脂肪酸，所以说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无论你有病或者是你没有生病，你都需要它，都是需要。而且呢，你刚刚有几个案例嘛，就是喝了几天就很有明显的这个改善，甚至是有一些刚刚一个糖尿病的朋友也开始不吃糖尿病的这个药了。那所以呢，不管你是身体上有没有任何的状况，只要有这个机缘，只要这个巧合，就可以开始来尝试这个印加果油。甚至是我们说到收入那一方面，也是因为公司的制度特别的棒，所以收入那边呢也是特别的好的哈。OK， 谢谢啊，谢谢谢谢。我们再请下一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四霞姐，然后我姓陈，他们都叫我四霞姐。那么我是因为好像刚才那位美女身体有的状况是荷尔蒙失调，是，然后一直肥胖，五年来肥胖了5kg， 所以我就寻找肥胖的产品，但是寻找不到。那么有一天呢，我的上在我旁边的是我的上线，那么我们就约了一位老师，他来跟我们讲这个产品。他很好笑，我傻傻的一下子买就买了20套 Platinum。 我说你傻的，你买这样多？然后我就跟他借了一套来吃，一个礼拜我瘦了1kg， 3个月后我就瘦了3个kg。 那么我在去年6月我开始吃使用这印加果油，我超爱以为印加果油。那么我也不忘的分享，我第一个就打电话去找谁？刚才那一位是第一位就想到他了。对，因为我的强项就是用电话来联系那么他有也就已经跟你们讲了我们怎样过去，带了 Kenny 老师一起过去，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还不大懂这个印加果油。那么不做就好，一做他们不能停下来，所以我沙巴有两只黑马，我很感恩，很爱他们，真的。所以到现在我也是不缺钱的，因为我年纪大了今年68岁，所以我不缺钱，我只是爱分享爱健康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非常机缘巧合。刚刚一直在说的是自己使用自己的事业，但是呢，很多时候机缘巧合也会遇到这黑马嘛，对不对？而且呢，不只是金钱上的这个回酬是特别好，然后呢，最重点的是身边朋友有什么状况都特别的改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我姓郭，名美平郭美平，那今年呢67岁，那我旁边这一位呢68岁。那这么样的年龄呢都可以在以为这一份事业呢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当然今天我会认识以为是一个缘分，所以我们时常说缘分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我不是说以为很好赚，我是看到我的朋友吃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才吸引到我来了解以为的产品。当我了解了宇威的产品的时候，我还不是很相信。各位，在宇威里面呢，开始的时候，我听到这个安迪关节吃得好，那个安迪关节也吃得不用开刀，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相信。难道印加果油真的这么神奇吗？
后来我去上课，我去找资料，才发现到Omega 3对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啊，包括我的下线师侠，包括我们沙巴的啊一般的伙伴，还有眼前我的孩子们，我们都把这个事业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到现在呢，我的组织都已经差不多要到6000个人了，只是短短的一年时间里面。各位，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会有这么多人？我们说好的东西每一个人都会分享，对不对？一传十，十传百，所以一年里面能够让我累积到5000多整6000个会员啊，这是我非常感到非常骄傲的。那在这里啊，我要感谢宇威的五位老板们，他们的理念就是带给世人健康与智慧，所以在这里呢，我真的受益良多。当然还有我的家人，我的啊，就是宇威的家人们，我要感谢他们，谢谢他们，好，谢谢。感谢大哥，感谢大哥。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机缘巧合，而且单单一年内旗下就已经有差不多5000多个会员了。所以你说这个事业它是不是很难做？不会，因为产品特别好，朋友们都互相的分享。最重点的是，也许一开始啊，听这个别人的案例是多么的成功，那个人的案例是多么的成功，但是真正到自己亲自体验了之后，那是最真实的效果，一直都在强调啊。而且最重要的是，公司的文化跟制度是特别好的，再来就是这个事业甚至是还可以传承给你们各位伙伴们的这个后代。好，再次谢谢大哥大姐，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好的，那我们今天在开始以前，最后一个重要人物啊，最后一个重要人物，我们要邀请的这位朋友呢，刚刚我们很多的伙伴志务有一直有在提啊，到底是谁谁谁，到底是谁谁谁啊？那其实呢，这位是一个非常有重量级的人物。好，我们前面的朋友非常的兴奋哈，我们让他们拍一张照片，我们就要把这个特别重要的人物 VVVIP 给请出场的。好的，那么现场的朋友们可以准备好哦，我们这位朋友呢也是特别有影响力的一位，他是呢宇威产品的这个代言人，那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我们一起来欢迎邓妙华小姐来出场，我们欢迎这位代言人，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刚刚好多朋友都提及你了。嗨，嗨，你好，你好，你好，你今天特别的开心，看到很多家人在现场，甚至是刚刚有好几位朋友都有提到你。原本呢，一开始是有接触，可是没有加入，但后来接触你了，他就加入了。那你其实本身对于 OK 在现场，可能在线上的朋友，有一些曾经已经遇过其他朋友做分享，但是还未加入这个大家庭，有什么想要跟他们呼吁一下的？大家好，我是邓妙华，那我也是宇威的代言人。那今天其实完全没有准备要上来这边跟大家，因为我今天不是主角啦，主角有很多位嘛，但是还是重要的一位要跟大家分享。是因为趁这个机会呢，非常难得的机会呢，我也想说呼吁大家呢，假如有试过宇威的产品的朋友们，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宇威的产品它的威力所在，就是说宇威的产品的特别在它从头到脚都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呢达到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对，没错，因为很多人呢都在外面吃很多保健品，大家都有这个意识嘛，是，但是呢很多都是不同的产品对于不同的身体的部位的作用，但是宇威呢都已经呢帮我们处理好了，就是从我们的头到脚都能够呵护我们的健康，所以呼吁大家，假如有在吃宇威产品的朋友们呢，都必须要把这个健康的知识呢传达下去，让更多的人得到帮助啊，让更多的家人呐、朋友啊、同事们呢都能够一起来，对，都一起来。
传达这个消息。是的，而且像姐说的哈，一般像大家平时要做这个保健的动作，因为他们有这个意识，但是可能每一天都要吞下好多的这个保健品。是，但是假设说使用这个雨薇的这个印加果油或者是一些其他相关的这个产品，其实都可以到达那个功效，甚至是呢，我们特别没有夸张的去说，刚刚已经看到了许多的案例，尤其是刚刚有一位印度的异族同胞，他本身身上是很多问题的，甚至是没有办法负担这个医药费，但是通过只是单单喝印加果油，他的这个问题都通通的改善了。而且甚至是呢，像我们说，如果你要一些额外的补充，那也可以摄取这个印加果油或者是雨薇一些其他的商品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让在线上的朋友们注意啦，如果呢你本身是有吃着其他的这个保健品，或者是你本身就有意识 OK 想要改善身体的状况，或者是亲朋好友身体的状况，都赶快来加入银超味。是的，没错。而且银超味呢，除了能够帮助呢大家的身体健康方面呢，也是可以帮助一些正在要寻找这个事业的平台，对，新的事业的平台，同时呢又可以健康又可以利人利己的一个健康的事业呢，赶快加入银超威雨薇。是，而且呢有可能呢你加入这个雨薇了以后呢，就可以再翻转你的人生，达到另外一个人生的高峰了，对不对？当然。好的，我们再次谢谢姐啊，我们有这个粉丝哈，要上来送个花束。这位不是我的粉丝，不是粉丝，是好朋友好姐妹。好的好的。对，谢谢你美丽的花，然后呢也谢谢很多刚刚有很多支持我们的雨薇，还有我的一些支持者，也趁这个机会来谢谢大家。好的，再次谢谢东明华姐，谢谢你，谢 谢, 谢谢你的分享。好的，那现场朋友们也特别特别的期待了，到底今天晚上的这个表扬大会到底会为大家呈现什么表演或者什么尽兴的节目。那么同时间呢，如果才刚才来到活动现场的朋友哈，当然也可以的，如果你想要吃这个小食或者是小甜点的话呢，在 C Hall 现在也让大家可以一起去食用。那么同时间呢，千万不要忘了啊，如果今天拍任何漂亮的照片，或者是呢有在看着我们直播的朋友，都赶紧分享一下，让更多身边的亲朋好友可以了解到雨薇的威力，甚至是呢刚刚所说的一些案例，只要你是雨薇这个印加果油的使用者，或者呢你本身是要从事这个事业或者想要继续发展这个事业的话呢，赶紧刚刚所有的这个案例不要吝啬分享给更多的身边朋友好们知道。